你们觉得，如果以后没有当音乐家，你觉得音乐你会想要学吗？你觉得它很重要？重要，因为呢，我觉得，因为呢，只要呢，我弹琴，只要呢，你上天堂的话，我可能，你上天堂的话，只要呢，你上天堂的话，我可能已经结婚了，然后呢，我在自己在家的家弹每个弹完一首曲子，我弹一个音，我就会想到我弹的那个音里面会有妈妈的讲话声音，我会觉得我很幸福，所以很重要。哦，那悠悠，你觉得为什么弹琴没有当音乐老师就不重要呢？因为是这样啊，悠悠，你觉得嘞？如果你没有当音乐家的话，你觉得学音乐重不重要？重要吗？嘟嘟，你的臭脚丫。嘟嘟嘟嘟。太近了。啊，悠悠，你觉得为什么不重要？你觉得为什么不重要？为什么不重要？因为是这样啊。为什么不重要？有拍到我的鼻孔吗？对呀，为什么不重要？因为是这样。你想不出理由。因为是这样。你的肚脐。什么东西？我听不太清楚哎。就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放弃的话，你长大弹不出来，所以我才会说伪造。哦，你是说你怕你长大忘记小时候学的东西了，所以你觉得不重要吗？是吗，悠悠？那你现在？因为如果学音乐你就放弃掉了呢？你觉得呢？你这是谁？啊，小悠。我的脑袋。如果你以后不会成为，我是说，如果你那个长大没有当音乐家的话，你现在还会练钢琴吗？我忘记了。啊？你说忘记？你说会忘记什么？你会忘记怎么弹哦，那你是说如果你没有当音乐家，你现在就会忘记练琴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还是说还是会想要弹一弹？但是我会忘记要弹。哦，你是说会忘记练习？等到我老太婆的时候，还记得我已经死翘翘。好像又变死翘翘了。